ば尊し我が死の恩教えの庭にも早いことぜ思えば愛おしこの年月今こそ別れ目いざさらば。还有法文歌，你听着吧，啊，是我听的，啊，啊什么？妈，啊，别唱了，休息休息，啊，别唱了，以后再跟他唱音乐啊。我就是一天到晚，只要能工作，我就从早上到，比方是八点开始，跟上班时候差不多一样。その記憶にも、猫にもまだだいぶあったが、こんな。我现在一天顶多能翻400字。我曾经有一次，那时候叫突击翻译，我业余时间加上工作时间，8天就把300字翻出来，我自个儿都吃惊。我跟萧乾合译的《尤利西斯》。那个，产生的影响最大。我翻完了，他给叫。那时候我工作十几个小时，啊，奶奶哪儿去了？说奶奶在翻译《尤利西斯》呢。小孩那些小保姆都知道说话，就是有《尤利西斯》。错误诊断，这是错误诊断。十字旁一个鸡，应该有。这下给我看上吧，鸡。五层塔，啊，五层塔。然后呢？哦，这也是五层塔，打招呼。哦，打招呼，哎，下厕所。打招呼，我看看啊，这个拿这个，打招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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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最近我在跟那个弟弟文学普合译松本清张的《热捐》，估计3年才能译完出版。把这拿走吧，小郭，把这拿走，不要了。你给我那个字。翻译小说是我能够一直坚持到100多岁的爱好，长寿意味着多翻译几本书。我一向没有做这种后悔的、值得遗憾、值得后悔的事儿。我的生命非常平凡，所以不想回到任何一天，不想回忆任何一天。啊，行了，就这样。破れていなかったら、
小郭，哎，你看这个人名字应该是这样的。嗯嗯。啊，这个。